游乐钥匙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这个画面就很好看，这个游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中文，太开心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终于可以看懂剧情了。虽然说平常那个剧情是基本靠猜，基本靠蒙。看着这个房子还不错，正好也是在深冬半夜，然后我们的主角就要来作死了。他这个游戏的，天哪，还有难度，简单，果断简单，恐怖游戏要什么难的嘛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选困难，一会儿被鬼追死你都不知道。诅咒，诅咒名下面跌了一滩泥麻。你没发现这一条特别有点像姨妈巾？我到了庄园，的士司机等待你离开车子。我的手机铃声这么吵吗 ？Hello， 你系边度啊 ？Hello， yeah， I'm just calling to check in on your first night at Frankie's Fat Bear Pizza。这一段不给翻译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还带颤音的，让我想起了一个梗，就那个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是吧？我小的时候很穷，妈妈告诉我吃面只能吃小浣熊，就不知道你看过那个梗没？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，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剩下的孩子早当家。你特别逗，那个就有种那种的，阅读第一页。庄园经典的一则鬼屋已经200岁了，哇，200岁还没有拆掉吗？像这样的房子，经过50年以后就破洞百出了，好吗？80年都被空置的，然后当地居民称为鲜血庄园，因为在过去的100多年，一共有38人，一百多年，200年死了38人，这个不是很那个什么吗？伤亡人数高达72人，我以为是一年死一个呢，是吧？凑齐200个尸体啊，送给是吧？广州人，他们都是来自福建。万圣节还要去，花园的喷水池中被溺死了。人们的想象力比恶魔还要可怕，可不，很多鬼故事都是人瞎编的，还能把人吓个半死，对吧？人们都畏惧这个地方。I'm afraid, I'm so fucking afraid。就写了这些，第二页，哇，这么多字。我是一个这个超自然现象调查员，神棍嘛，对吧？俗称神棍。在国外应该不叫神棍，叫女巫是吧？或者是男巫，或者是魔法师，哎，这样的叫法更洋气一点嘛。其实他就是驱魔师啦，叫驱魔师。我们去搞这种超自然能量，就是找鬼嘛。有时候可以通灵是吧？大卫，通灵之战的第14季冠军，像大卫一样。孩子，哎呀，你不要说吃的了，我真的好饿啊。开局只有一个手电筒，一个背包，一把钥匙。对准有攻击性的鬼魂，希望能管用。还有一把驱魔手电筒。然后在鬼故事游戏当中，一般结局都是开头我有这些东西，结局我什么都没有，还把面给搭进去了。谢谢银色的波，不是裁缝师，但是这个剧情有点像裁缝师。裁缝师他也是去那个驱鬼去的嘛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进来驱鬼去的。搜索一下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还在打呢，放两个狮子，哇塞，什么样的宅才会放狮子呀？哈，废话，要我是司机的话还不赶紧走。我天，你要走这么慢吗？快一点走会死啊。我天，我还动不了。担当快递，锁上了。社团给我的，等等 ，NTAB 吗？
打开背包看看有没有钥匙，有没有钥匙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游戏会自动打开我的背包啊，好溜啊！我就可以从里面选一个物品来使用，右鼠标点这个是吧？哎，我就特别想知道，我的公司既然有这把钥匙，为什么还要我来呢？证明他们已经进来了嘛，对吧？在逗我吗？200年没有一点破损，这房子不一般，真的。这里面跟外面一样寒冷啊！废话，没有暖气啊！好几天、好几年了，没人交暖气费哎。左键，好、啊，这个走路速度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龟速。果真通灵人，精神强大，肉体就很菜。锁住了，找钥匙是吧？哇，这上面是什么啊？门栓有点卡。行了。那你说半天干嘛？一脚车开不就好了吗？哇塞，那个留声机好明显呀、啊！你一进门发现自己手机直接关机了，哈，老套路。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你美的，我才刚充电，不应该是没有信号吗？怎么会没有电哎？灯光都可以打，说明输气管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个灯多少钱啊？给我来一打。煤气灯还是？你确定不会二氧化碳中毒吗，主角？走向楼梯，下面好像没有什么。这个楼门出现一道奇异的光，哦，果真是一个奇异的光，飘过去了一个小蜡烛。但是我总觉得，我要跟他步调一致，假装我在上楼，拿手。啊这么多年没有见男人，也不是这样子哦。这么个声谱啊，过分了！我要出门，我要回家，妈妈，我怕，我要回家。来，我们继续走，下楼。吓尿了，不祥的咔嚓声。哎哎哎，回头瞎了，你不要这样子回头啊，我好怕、啊。完了，这次彻底出不去了。No 做 No 带，这个鬼魂也来的太那个什么了吧？还有人给我们置欢迎词呢。哇，你们真的好棒棒哎！接近桌子。哎呀，走得好慢啊。留声机的转盘在旋转，这个照上去有一股发红的晕光。谁把留声机打开的？里面有什么旋律？播放唱片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。哎，右上角这个灯，哇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，不要再哔哔了，我现在动不了，我好无聊，我现在只能在这边没事按手电，你又不给翻译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哔哔什么？再来了，谁会在唱片机里面录音呢？大哥，唱片机不应该都放一些特别优雅的音乐吗？比如说，我等着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他怎么知道？不可能啊！他知道我要来这里。我要等你回来。什么？我倒着走吗？啊，这么高级？
有一点像那种蹑手蹑脚的，因为我有的时候走路啊，就比如说特别小心的时候，就会这样，就这样走过去，然后再这样的走回来，啊，会有，但是我觉得主角这么智障，我有点受不了。这个角度你不会走过去再转弯吗？3:15。啊，调查完我就回去了。看着我干掉女鬼是吗？我觉得我会被他扑倒。你看地上这一滩黑色的东西了吗？就是刚刚我在回头被女鬼推到地上的时候吓尿了，尿了一裤子的印记。阅读翻译，这个房子有抄字。哎，这个房子哦，是有抄字的现象。阅读新闻标题，这份报纸是84年的8月3号、9月1号的。哎，什么？30多年前了，发生了什么？啊，这个人也是哦，这个房屋的主人也是一个灵异调查事件吗？谷歌搜索庄园信息没找到这些，谷歌也不是万能的，你可以试试百度啊，对吧？或者是搜狗啊，一看你就，哎，国外的东西不行，他们连支付宝都没有。哇，这几个人看上去真的把这几个模型放在这里，真的好吗？他们是调查成员，4个人，对嘛？你多几个人，好像没有什么卵用。哎 ，What? She will find you. 他会找到你。啊，行。哎，这就是心理战术的坏处，有时候看到的幻象是正常的，有时候则挺正常的呀。用血写吧，然后卡，哎 ，You will find you， 是吧 ？I will find you， 转到下一页，手电筒先不用了。我们这几个都已经出发过了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接近花架。我要穿了，哎。我以为要穿过去了，哇，走过去会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这都能看得到，有东西，啊，一把钥匙居然，哇 ，cool！ 图书馆，饭厅吗？我们去饭厅看一看。女诊不知道啊，有好多人。啊，有钥匙，哎，果真哎，漂亮，咔哒，我解锁了。哇，您这个敲门声可真是啊，我受不了了。进入饭厅，哇，其实画质还不错的，只不过没有 ADWS。哇，有个人影哎，这房间超载能量比前厅还要高，哇塞，拜托。你在前厅都已经看到鬼了好吗？前往主，好多橱柜要查看。行，查就查呗。碗柜，它有些高亮的地方可能需要查看。说好的很多呢，一共就让我调查一个，你跟我说很多。哇，你觉得我不识数吗？从这个开始，好的。然后还给你标出来了，就中间这个保证有问题。一拉开一个人头，啊，想多了，只是一张纸。啊，有张字条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又可以读字条了。读条上面又来一个大姨妈止血，是吧？啊，就讲这个灵媒的事情，心理占卜术。我真的好想快进，但是看直播的人快进不了，但是看路过的人就比较好了。这些地方都会有快进的，尤其是有走来走去的。搞定了一个橱柜，再搞，哇，大哥不要往回推嘛，你直接在旁边看一下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很快的去接受这样子的设定。哇，我又穿过去了，我的天！然后我们再横着走，这个可以全搜，一堆蜘蛛网，哇。
又一张字条 ，again。又一张字条，而且他又总结一下，还这样会好一点。哦，克里斯想进化没能成功，就说他这边讲了很多人想进化，但是却没有成功，好可怜哦。啊，终于不退了吗？这调查盘子有什么会调查的？不错的瓷器肯定很值钱，不错的酒很值钱，碟下面好像有东西。哦，这么大一张纸，又一张塔莎的字条。塔莎是谁？刚刚那个妹子嘛，要扑倒我们的。不要，你已经死得有点丑。我相信你活着的时候应该很漂亮。降神会？哦，你确定不是下降头吗？我好看的这几个字条都是一样的内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好，这是一个投影。I am not here to hurt you。哦，那就行，那我收起来。But she will hurt you。但他会伤害你。你是绿眼睛是好的吗？这个应该就是塔莎吧？哎！啊！你这我，你说你不会杀我的，他会像杀了我一样杀了你。他的灵魂被困在这里，我要把你解放。好，啊，通灵之术，召唤一只大蛤蟆。突然间离那么近，要死啦！绝对是柯南来过现场。这些人都是柯南的凶手。现场柯还是绿色的眼睛，大家再也不要看不起绿色，绿色是安全的。比如说绿灯行，红灯停，看见红灯等一等，是吧？哼，648至648呀！我靠，这个柜子是自己开的，这么神奇，自动的。又一张字条，上面写了一句话：“你真漂亮。”谢谢，我知道。再来一下，洒血。是找到这封信的人，会死吗？我，哦。糟糕 ！I'm coming for you。啊！鼠标左键。用手指头摁住我们的前进键，一起共创文明。